喂，喂，徐亚平吗？我梁飞。梁飞，你约人见面的地方还挺特别的。嗯，来碗吧，很香。说什么事儿？哼，为了巩立伟。什么？巩立伟叛变，你父亲的日子不好过吧？这跟你没关系。没关系啊。你们稽查局是不是成天都在调查巩立伟？有什么消息吗？你别做梦了，这可是机密。凯文他们去杀巩立伟这事儿，我认为啊，他们杀不了巩。你凭什么这么肯定？巩立伟我不了解，但是河野渡和川井一郎我了解。你说一个周玉海就把特战局整成这样，巩立伟的作用比周玉海大多了。所以啊，我希望你提供给我一些情报。我不能违反军纪。我呢，长这么大还真就没求过你。说我铲除了巩立伟，也是帮你父亲。哎呀，哪天我要真被鬼子杀了，那好日子就来了。你就不怕中枪吗？说这么多怎么白说？我还真以为啊，你要替你哥哥报仇。不许提这个。我都说了，哎。所長、ゴンの母親が死にました。そうか。ゴンに伝えてやれ。重慶になってるやつだね。はい。それと、我々の手の者がゴンの実家で怪しい様子を見たようです。なんでと？林の中で何者かが潜んでいたようです。しかし、村にはそのような人物はいませんでした。自分が思うに、重慶の奴らゴンの母親を殺そうとしたのではないかと。やつら素早いな。偵察に行くべきでは。いや、状況を把握すればよい。重慶のやつの仕事ならば、こちらにとって都合がいいから。凯文的本事我知道，不比我哥哥差。上次杀周玉海失败，不代表这一次也会失败。梁飞，你不要以为这世上只有你才是最出色的杀手。哎呀，你真是柴米油盐都不进呢。怎么样？报告局座，有人行刺梁飞。什么？梁飞怎么样？没有受伤，军警已经赶到现场，刺客已经逃了。好，马上派人调查，保护好梁飞。是。怎么了？
飞，看清刺客的脸了吗？真是胆大包天，赶到重庆来行凶。这是冲着我来的。局座很担心你，让你赶快回驻地。这，我跟你说的事儿，你再考虑考虑。海平，没事吧？我没事儿。你冒昧的问一句，你怎么会跟梁飞在一起呢？这是我的私事。杀你！在重庆，谁会对你动手？这是重庆的地盘，柯南军。不可能，你是他们借用的，在重庆对你动手，他们交代不了。我觉得小鬼子的可能性更大。不是，他们刚劫走彭立伟就对我动手，这不符合常理。你还是在驻地待着吧，没事少出来。敌人没有得手，就一定会再出手。这帮人从射击、逃跑，配合的非常默契。你知道吗？那子弹贴着我头皮，嗖就过去了。幸亏那对面那灯晃眼睛，我低下头，要不然脑袋早开花了。高手，哼，与这样的高手过招哈，有点意思。千万不要蛮干，你在明，敌人在暗，防不胜防啊。有什么的呀？他们在我眼里就是这个。行了，我会注意的。哎，对了，你帮我把那子弹查一下啊。龚老太太不幸亡故，节哀，节哀。都准备好了吗？都准备好了。你是打算趁龚立伟奔丧的时候把他干掉？还有更好的办法。那你怎么确定日本人会放他回来呢？你放心吧，他是个大孝子。哟，息子は必ず親の葬儀に駆けつける。中国の習慣だ。行かしてやれ。村の様子を探りましたが、見知らぬ者が現れたようです。ああ、軍に対してできることをやる。我々の誠意は見せるんだ。すれば奴も我々に協力をする。あ、すいません。
寝室的位置，说明他们对梁飞做了全方位的了解。驻地的详细情况是绝密的，敌人竟然说闯进来就闯进来。吴哥，你安保工作是怎么做的？会不会是你手下的人跟这个女人勾结？属下一定严查，不过局座，驻地人员审查十分严格，我看不太可能是内部泄密。 你觉得是什么人下的手？是不是日本人啊？我又不是什么重要人物，鬼子发不着在重庆杀我吧？他有那本事，怎么杀你们委员长？<笑>你刺杀周玉海，现在又跟我们特战局合作，鬼子难免把你视作眼中钉。今日起，驻地加派力量防卫。大飞啊，你就不要出去了，凯文呢执行任务。 你就费费心，多教教新兵。你放心，我不会放过这件事情。既然你来重庆了，我就会照顾好你的安全。行了，快！ 跟上！
说多少回了，见过先敲门，我屋危险，不知道啊。大伙儿都在前头说说笑笑的，你在这儿飙什么呢？你们高高兴兴的，跟我有关系吗？这厮没良心的，人家都出生入死，好不容易回来了，你都不说去看看人家呢？哎呀，你们那也叫出生入死？ 怎么说我们也是成功的完成了任务，你还得感谢我跟凯文呢。我们要是不完成的话，你不是还得去冒险吗？所以小乖，你记住，我们国民党不是没能人。哎，你说巩立伟是国民党啊？嗯，你们也是国民党？对呀。那你们自己人把自己人给除掉了，哎，至这么下面吗？梁飞，你可真会聊天哈。 啊，好多人这么说啊！你不噎人会死啊？会。哦，您真厉害，你比梁飞强多了。梁飞跟你没法比，这次你肯定会升官，升了官可不要忘了兄弟。别千万别忘了兄弟们，凯文。 这次你为党国立了大功，肯定会得到重赏，还有可能会被提拔重用。我说你们只顾着恭维凯文，是不是忘了还有个叫陈彩霞的人啊？<笑>哎，看了这脑子，这次行动的成功是陈彩霞和凯文一起精诚合作的结果，我一定会为你们申请嘉奖的。别。 准确的说，应该是凯文和陈彩霞形成合作。胡主任，您可别光说不练嘴把式。哼，怎么可能啊？吉作很快就会设宴迎接你们凯旋。凯文，这一次你可立了大功了。抗战以来，特战局从未有过之胜利啊！军部已经打过招呼，为你们的行动。 表示感谢，委员长呢也非常欣慰啊！我董鹏为能有你们这样的战友而感到自豪啊！来来来，坐坐。局长过奖了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来，请坐，请坐。本来早就想以助意一叙啊，只是公务繁忙，实在是对不起啊。凯文呢是特战局的骨干，陈彩霞是胡主任。 在上海的德里干将，只是受这行动组的建制，一直没能提拔你们呢。我已经向上面打了报告，咱们特战局呢要新组建两个行动组，组长呢由凯文和陈彩霞担任，胡主任你不会不高兴吧？哪里，局座提拔他们也是我的光荣。<笑>这就好。局座，既然凯文和彩霞可以担当重任，而且我们将有三个行动小组。 那梁飞还有用吗？你直说。局座，梁飞桀骜不驯，不守纪律，目无长官。我知道您是因为爱才，所以才一忍再忍。但是属下认为，梁飞即使真的在我们特战局，我们恐怕也很难让他真正归心呀。你们俩的意思？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。我向来服从命令。 梁飞是留过学的，见到世面也确实有些本事。我们把他找来啊，是让他给我们干活的。等我们的本事学到手之后，再打发他走。能收就收，收不下也不能留啊！哈哈哈哈。局座的意思是，我们这个单位不是一般的单位，他要知道这么多。 一旦要是日后为敌，
我们不是自找麻烦吗？明白。为什么不听命令留在重庆？你带领武器保护宫丽薇，你知不知道？假如他出了事，你知道你是什么后果？自裁。看来你还知道。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？我要给玉海报仇。报仇比保护宫丽薇更重要。你现在已经不是风尘女子了，而是帝国战士，而且你也不是梁飞的对手。你杀不了他，但我至少尝试过。看来你还没意识到你的失职。你不知道周玉海对我有多重要。我先走。一个优秀的情报人员必须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。擦掉。这些天你们行动，梁飞找过我。他找你做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担心你们行动失败。哼，他担心，巴不得的吧？眼高于顶，真本事没看有多少。服务生，点菜。来，你看看这个。从这个子弹分析图上看，是日本人想要对你动手。就一个子弹壳，能找到线索也有限。我觉得呀，你最近尽量减少外出，没有什么重要事情，我就不找你了。行，我知道了，放心吧。梁飞，放心吧，我没事的。你忘了我命大呀？我还做梦来着呢，梦见那什么。哎，但是有件事我想请教你一下。说。你认为巩立伟真死了吗？现在日本人不是已经放出消息了吗？重庆这边也在宣传此事。不过我觉得啊，事有蹊跷。请赐教。你看，之前咱们成功的铲除了周玉海之后，日本人对这件事情呢极为低调，反而重庆方面大肆宣扬。可是这次，日本人对这件事情大肆宣扬，你说这不是灭自己威风，长他人士气吗？要不然说就是，咱俩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。我现在呀，倒是比较担心国民党前线的几个军可能悬了。不行，我找丁小文他爸去。你找他怎么说啊？不知道啊。那也得找啊。那咱总不能眼睁睁地看那几个军被鬼子消灭吧？
你甭管是国军共军，首先都是中国人。那你准备怎么去说服他们？不知道啊。欢迎欢迎啊，梁先生，欢迎你。梁先生能够光临寒舍，丁某荣幸万分。谢谢谢谢。表姐，我们也打过交道。是。我忘不了你的那张利嘴。丁连长，您说笑了。来，请坐。啊，不了，丁连长，不耽误您时间了，我长话短说。嗯。我杀周玉海的时候，跟鬼子的情报人员打过交道。我觉着河野渡和川井一郎的能力，没有人比我了解。是。梁先生的壮举，举国妇若皆知。不说这个，这回特战局要杀巩立伟，我觉得太顺利了，我怕鬼子有诈。丁小姐和刘景怡也说您是一心支持抗日的，我希望您能调查一下这件事儿。啊，有什么证据吗？证据我们现在还没有，不过我们相信这河野渡不会轻易的失败。还有，巩立伟死后，日军方面的态度让人很值得怀疑。丫头，别看了，人家都走远了。告诉爸爸，最近是不是经常去找梁飞啊？啊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八路军找上门来了，我和上面怎么解释？那有什么呀？人家是来给您提建议的，觉得梁飞说的挺对的。我知道他说的是对的，但是我希望他是错的。那您还不快点打电话？嗯，晚了。去吧，看你的书。不过我们相信，这河野渡不会轻易的失败。还有，巩立伟死后，日军方面的态度让人很值得怀疑。师傅，梁飞那小子小看你，说你根本就杀不了巩立伟。还向主任请求去南京呢。就是师傅，杨斌那小子太目中无人了。打您和陈组长去了南京，给坐立不安了。对对对，师傅，依我看，那小子是怕您杀了巩立伟风光。对对对，师傅，他嫉妒，他教格斗，说过去我们跟您练的可是花架子。对对，说过去花架子。我们练的是真功夫，这明显是嫉妒您。教了教我的手下，你能教教我吗？行啊。哎，兄弟，录案子啊？案子？什么案子？没有啊。打不过就是打不过，别找什么借口。既然你这样，我就不客气。
到这干什么？把他们拉开呀！松开！現在、敵部隊11軍、新14軍、33軍は、すでに我が軍が完全に食い止め、200平方キロの範囲内では身も隠せません。我が108団は、戦地に向かっており、包囲を完成した後、敵軍に総攻撃をかけます。また、敵軍の領域、第四予備軍は、我が軍により昨日壊滅。いいぞ。諸君、敵部隊が重要視してたこの度の海戦、すでに総崩れだ。ここに情報部を表彰する。河野君、は河合君、は二人の素晴らしい働きで、我が軍は敵の動きを知り尽くすことができた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喂，秘书长，什么？董立伟没死？刚才我代表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张一鸣最高荣誉的奖章，授予你。谢谢。喂。衷心的谢谢河野先生，没有您，我现在已经死在了母亲的坟前。哦，你相信我说的话？是。送我一盏酒，小哥。你给母亲的奔丧，我十分感动，担心你会遇到袭击。为了您的安全，我们专门给你准备了这件。这是从德国订做的防弹衣，给。为了取这件防弹服，我们动用了专机。非常感谢。我希望你明白，你的性命和战绩也息息相关。现在我们是同一战壕的战友。中弹以后，请不必惊慌，要假装倒下死亡，才能钓到大鱼。就 OK 了。请放心，今后我一定为您效犬马之力。谢谢。进来。小陈，他真实的名字叫做窦小凡。窦小凡，龚先生，我是情报处战士窦小凡，在重庆多有得罪。中国人将军在此驾临。我知道共产已经忘不了小芳，小芳刚从重庆归来。你们难道不想休息一吗？好了，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们了，该。
散歩に行くぞ。はい。你好像不认识我了。我只是没想到你。你不想我吗？想，可我想的是重庆的廖小珍，不是日本特务。有什么区别吗？有，我心里只有廖小珍，我不后悔。可他死了。謎の女にまた救われた。奴がいなければまたゴンは取られていた。うん、これは恐ろしいです。どうなら、こんな時刻まで俺らは彼女の行方分かっていない。我々の情報部員の力を思い知らされた。当初我让梁飞去，你却自作主张派凯文和陈彩霞去。一定是那封电报。你的问题我以后再追究。去把梁飞叫来。是。真他妈一群反动。去把梁飞给我请来。啊，请来？听不懂人话吗？我说把梁飞给我请来。是。都，这是怎么了？我记得你对他不感冒啊，之前还说要把他赶走，今天连请字都用上了，出什么情况了？董立伟现在在济南活得好好的，我们又损失了整整一个军的兵力。什么？他没死？局座已经开始点名要见梁飞了。废物，你是废物！报告主任，梁飞他怎么了？他走了。花钱雇我看着他，我哪知道去哪？别偷懒啊！快！看来他是真的走了。走了？我看他是受不了这份委屈吧。也好，总比死在这里好。快点！过。你惹麻烦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惹麻烦？不可能！我告诉你，杀了巩立伟之后，我就不可能再有任何麻烦。但是巩立伟没死，他现在好好的活在济南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。我也希望不可能。但他穿了防弹衣，你说你当初杀他的时候，怎么就不能打他的头呢？凯文出列。
凯文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我听说你跟梁飞打了一架，把他给打伤了。包局长，我们只是切磋，不小心失手。这就是你的不小心吗？我张，你知道梁飞是我请来的，你把他气走，我的脸往哪搁？现在我宣布，撤销陈彩霞和凯文组长的职务，同时处罚凯文禁闭一周。跟着我，执行吧。是，走，走吧。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找人去！是。局座，重庆这么大，恐怕不好找吧？鬼才狡猾。巩立伟是因为穿了防弹衣才侥幸逃生的。彩霞和凯文他们的计划天衣无缝，我建议让他们去济南戴罪立功。哼，戴罪立功，我可以给你这个机会，但是委员长给我戴罪立功的机会吗？今天你要找不着梁飞，不要回来见我。是。真没死啊！据说穿了防弹衣。不知道现在应该高兴还是不高兴。那董鹏这回找我，是让我对付巩立伟呀？老子这回还不干了。梁飞，你必须去。说不去就不去，董鹏归来求我都不去。除非你给我一个笑脸，或者说两句好听的话。看我妈，就给个笑脸，怎么？梁飞，这巩立伟活着危害有多大，你比我都清楚吧？你这种时候，怎么让我给你笑脸啊？对不起，没法给。什么人行动？在重庆，一个人都找不到。这还是特战局吗？传出去，不让人笑死。属下知罪。让梁飞加入你们小组，是让你们拉拢他，跟着学学手段。你可倒好，默许你的手下对梁飞使下三滥的手段，竟然把他给我逼走了。你是不是故意让我难堪呢？嗯？你给我说说，现在让谁去济南？谁能杀得了巩立伟？你告诉我，谁能杀得了巩立伟？要不这事儿还是我来吧。兄弟，你能回来，我非常高兴。报告，海文带到。各位，巩立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，正是因为你们行动的失败，使前线的损失极其惨重。委员长极其恼火，令我董某痛心的是，党国对你们寄予厚望，可是你们呢，在这拉帮结伙，为所欲为，连梁飞都敢打。你们欺负梁飞，就是欺负我董鹏。梁飞啊，我董鹏带兵无方，手下多有多罪，实在是对不起。今天呢，我把这个凯文交给你，是死是活任你处置，我绝不袒护。来，说这么疼呢？这玩意儿做挺好的。哎，就是他就真交给我了。哎，甄太阳，能不能用你那手段把他手铐给打开？
董局长，切磋嘛，受伤在所难免。凯文虽然用了这个，但是我呢，也没反应过来，说明我学艺也不精。这要是跟鬼子打呀，说不定我就不仅是受伤了。现在抗战需要凯文这种有血性的男人。就是兄弟啊，你这狠劲儿用在打鬼子、除汉奸身上，比较内斗啊，是吧？而且你也中了我几拳，不好意思。凯文，还不赶快谢谢梁飞兄弟的宽宏大量？谢了，没事。龚立伟是怎么回事？他好像对你的名字已经不再留恋了。他心里还有你，不过他更喜欢的是小娟，而不是小芳。我想，他大概是记恨，因为我害他来到了济南。以后你们不要见面了，不要刺激他。我们需要的是他婆姨的情报。大爷，到。喂喂喂喂喂！半中ではないや。今回敵の部隊は落ちる。しかしゴンがこちらにいる限り、奴らはまた仕掛けてくるであろう。特に我々暗号読解組織、奴らにとって大きな圧力となるであろう。災難に刺客を送りますか。奴らは必ず仕掛けてくる。切れ者を送り込んでくるだろうな。你们不用忘了，济南是谁的老巢？梁飞。这就是司令部大楼，情报显示，情报中心就在这儿。当时巩立伟也是住在这儿，他的外边有日本兵把守，警卫室也有。从前院到后院，这还有一扇门，也是由日本兵看守。他的外围四面全是高墙，上面还有一米五左右的电网。梁飞，梁飞啊，你到了济南以后，会有我们的同志帮助你。这是他们的地址和姓名，你记清楚了。另外，在这里，你想带谁，带多少人，在这里所有的人都可以随便挑，我都会满足你。局座已经下令，让我们全力配合你完成这次任务。哦，人我就不需要了。哥，你过来。你跟董局长说一下，多给我点钱，用于行动的钱就行了啊。主任，他还真以为自己是救世主。你说他如果这次再得手的话，咱们在特战局还怎么混？闭嘴！梁飞，你把话说的也太满了吧？压力就是动力嘛，对吧？不是，就凯文失败以后呢，这个董鹏就把宝压我身上了，我没有退路。再说了，这回就得给他们看看，延安派来的梁飞到底哪儿不一样。这次任务相当危险，所以我向上级请示，要端掉这个破译小组，就要有自己的队伍。武工队的石队长、黑子，还有我，配合你的行动。哎呀，要不怎么说哈，拜过天地的就是不一样。你能不能正经点啊？我不正经吗？好了，说正经的啊。这个董鹏身边的人你一个也不用，合适吗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倒有一个人合适。谁啊？喂，梁飞。找我有事。怎么样，我说的没错吧？凯文他们杀不了巩立伟。
想不想跟我去趟济南？我？端掉鬼子的破译小组。我又不是特别行动组的。如果你要是害怕呢，当然可以不去了。如果你要想给你哥报仇的话，明早9点，大院门口见。就这么走吧。嗯，要不然跟我一起去？好啊。哎，你说窦小凡能把巩立伟色诱走，你能把他色诱回来吗？你当我办不到吗？你还真能办到。嗯。但是我跟你说啊，你是有真本事的人，别老什么都想让美人计。既然你说我是有真本事的，那你就真的带我去呗。还真不能带你去。你们呢？一行动老想着后顾，前怕狼后怕虎。就你立场坚定，你当我跟凯文不想去济南呀？上次的任务失败，我们现在哪还有脸在特战局待下去啊？但是现在谁让董局长只信任你呀？这也是我们命不好。上次天衣无缝的计划，谁成想这鬼子竟然给他穿了个防弹衣。这玩意儿我们连见都没见过，这就是人算不如天算，到嘴边的鸭子就这么飞。试试。在重庆的时候没有除掉巩立伟，到了济南就更难了。小官人，你要真的是一去不回，那今天晚上我们两个是不是就算是诀别了？哎，你这对我那么没信心吗？你说这个哈，他这个要领是不对。姐不是对你没信心，是因为这次任务太难了。你要真是回不来，姐想你怎么办？想我？你想想别人吧。哎，你说哈，你把这个东西……哎，不是。你不是已经略知一二了吗？钥匙姐拿走，这个东西呢姐还。明天要是打不开，济南就别去了，留下来陪姐。姐是真的舍不得你啊。不是你，杨飞，此去济南，前途凶险。不过我相信，你一定能完成党国交给你的任务。嗯，客气了。端掉鬼子的破译小组，也是为了抗战大计。对，一样。这次破译小组不但有便捷的巩立伟，还有日军的密码专家田村大佐。我们已经打听过，他们用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窃听设备，破译体系极为健全。这样的部门，我相信一定是日军的重点保护对象，防卫极为严格。你还是带几个人去吧。您这是不相信我？不，你多心了。人多力量大呀，人多目标也大。也是，我这回这行动呢，力求隐蔽。哎，董局长，我还真有一请求。你尽管说。哼，老话说得好嘛，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。这事儿既然交给我了，我希望您别再派人到济南。好，那就拜托你了。我军的命运就托付给你了，祝你一切顺利。杨飞，这是你需要的经费，
行。箱子里装备能用得上。谢了啊，请上车，走了。赐给你阎王的是一个美女。哼！ゴン氏は確かに解読の天才。彼の仕事を見ましたが、勉強になりました。このほか、ゴン氏は一冊の日記帳を持ち、解読が佳境に差し掛かるといつも開いてを見ており、しかも誰にも見せません。自分はここに彼の秘密がある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います。何かを隠してるな。所長、その日記を渡すように言いましょう。ショートやばっか。メビーよ。やつは災難に来てから誰とも話をしません。確かに暗号は解読しましたが、昨日も私の部下を怒鳴ってました。これは日本に対する反抗です。国軍の伝体ミーマーは我々は大体把握をした。しかし八王軍の方はまだ武後の助けが必要だ。慌てることはない。ゆっくりと盗めばよい。ドゥ・シャオハンを武漢に送ったのは合わせないためですか。それは田村。はい。武後には引き継ぎ注意しろ。そしてうまく盗み出せよ。はい。で、何か動きがあったか。何事もありません。ただ奴らはゴンに殺されると触れ回ってるようです。もしまた失敗するようなことがあれば、自分の顔に泥を塗るようなものですから。うん。奴らは戦場でヘマをしただろう。尋常ではない。いいか、平穏無事、これが一番怖いんだ。おそらくはリャンフェイだな。リャンフェイ、まさか彼女一人。あ、ルアンペイを間違えた。重慶からジーナ、奴は右派を取るであろう。大恥をかかされた場合には、俺はリャンフェイの顔を知らん。ならばシャオファンを頼るしかないであろう。ジーナは奴の古巣、武装隊ともつながりや。奴はここを知り尽くしている。ならば奴がここに着く前に捕まえねばならぬ。俺の顔に泥を塗ってリャンフェイ、しっかりと奴の顔を拝んでやる。そして俺が受けた屈辱を奴に返してやる。お茶。カウィ。俺は嫌な予感がするのだ。シャオファンは武漢にいるであろう。奴と会うと思う。あの女は計画を無視して。だから貴様は
小凡のところに飛び、奴と共に梁飛を生け捕りにしてほしいんだろう。19の梁飛、国民党内部のことも少なくないであろう。奴を生け捕りにして、州や常務用に使うのも良い。 就在售票大厅买票，我们应该马上行动。何叶君，吩咐过你，我们需要的是活口，难道你要违反命令？可是盛情梁妃非常困难，应该立刻击毙他。不行，你先悄悄地跟着他上火场，然后想办法抓获他。你听到了没有？必须执行命令。 门各一个，12:10有俩，6:20也有俩。要看就大着后门看，别老斜眼，而不是坐在。
你都知道他们上这趟车，你怎么还跟上这趟车？武汉那辆地方多了，再说了，我夸下海口，十年内断掉破译小组，没时间了。再说了，不管咱上哪辆车，都会有人跟踪的。因为你们内部出了问题，咱们必须铤而走险。记住，两强相遇，智者胜。 要不你先来。
难有三长两短，咱也不能当饿死。看到那个村民了？9点我们在那儿汇合，如果你迟到了，我不会等你，我就当你是饿死的人。交作业的时候到了，行动。是谁？刘景怡，跟我们一起行动的，谢谢。你好，听梁飞说起过你。你是共产党吗？有什么关系吗？这是敌占区，鬼子晚上会搜索，我们要在天亮前离开那里。局座，刚刚接到情报，梁飞乘坐的火车发生枪战，梁飞下落不明。找，马上给我找，给铁路沿线和济南咱们在这发电，一定要给我找到梁飞。是。完了，那么多人，抓一个梁飞都抓不到，没那么你也走。属下认为应该早动手，但是川井先生他……闭嘴。求发的时候，没有你求发的忙。是。社长，申し訳ありません。事前情報では漁師と女二人ということで、まさか列車の上で応援が来るとは思いもよりませんでした。すでに追跡するよう指示を出しております。探す。何を探すというんだ。梁飞は济南にいるぞ。通知沿线济南，全力寻找梁飞。是。着什么急呀、啊？要是几个特工就能把梁飞给杀了，那他也太没本事了。我看就是董局长沉不住气。你要是知道梁飞是局座最后的希望，就不会说这种风凉话了。都出去。电话，电话亭在那边。啊，谢谢。
重庆的包裹到了。林爹，局长，好消息，梁飞已经到济南。消息可靠吗？绝对可靠，他已经用暗语给当地联络站打过电话，所以还是请局长放心。好啊，我这一天一夜没睡觉了，总觉得有点不踏实。这下好了，局长，接下来就看梁飞怎么对付龚立伟了。嗯。报告，邢局长来了。啊，请。老邢，郝董。大，你请坐。秘密电台又出现了。是啊，刺杀周玉海跟龚立伟，这个电台就出现过。这次再次出现，估计跟梁飞的这次行动有关。秘密电台又出现了。是啊，刺杀周玉海跟龚立伟，这个电台就出现过。这次再次出现，估计跟梁飞的这次行动有关了。看来梁飞遇到的麻烦跟这件事情有关系。董局长，电报的事我会继续追查，但在行动上还请董局长让亚平他们多加小心了。一定。好，告辞。好嘞。好，拜。说，日本人已经得到情报，肯定会做周全准备。梁飞一人势单力薄，而秦亚平又没有特工行动的经验，我担心卑职愿意请命出马。我带人去济南协助梁飞完成任务。你那边怎么样？联系好了，黑子他们随后就到。那个愣头青，好久不见，还挺想他的。哎，对了，这鬼子专门到武汉车站，窦小凡也亲自指认你，你的行踪他们怎么那么清楚啊？重庆偷消息了，你又不能跟他们打交道，特战局鱼龙混杂。还是跟你在一块儿心里踏实，跟他们在一块儿老想着提防。没说你啊？我们什么时候行动？你有什么主意吗？你要等命令了，在屋里不用对望。亚平，坐。你别在意，他呀就这样，手术以后就好了。我听梁飞说你枪法特别好，练着玩的。啊。梁飞は次男にいる。暗闇の明るみ。分が悪い。我々は今、守りから
攻撃に帰る。お前たちは町の中をくまなく捜せ。分かった？はい。小帆、梁飞武功出众，枪法很准，有消息后要立刻报告。何野俊，娘，我们不可能活捉梁飞，属下再次建议，见到梁飞立刻将军。好吧，可以，小帆，我们是梁飞的人，市内周辺的警备，我们是指挥官，梁飞は必ず現れるだろうから。干什么呢？进这个司令部或者破译中心要什么证件？或者有什么暗号之类的吗？这个我得派人去查。怎么？你想要进入他们内部？嗯。这个破译中心在军部的后院，里面部门分类齐全，房间很多。就算你能进去，你准备怎么找龚立伟？当然不进去，永远找不着啊！你这么进去太危险了。危险？国民党那几个军才危险，再要两天他们就被鬼子干灭了。这样吧，你赶紧给我准备套日军军服，咱们今天就行动。今天？嗯，拖的时间越长，鬼子漏洞越少，兵贵神速。好，我跟你一起去。不行，太危险了。梁飞。来吧！嚯，你小子还知道回来？知道。哇，哎呀，你在重庆没白待啊，养得白白净净的，是不是把我们给忘了？就把你忘了。哎，你谁来着？嘿，你看，哦，黑的。说正经的，在重庆享了半天福，就没给我们带什么好东西啊？嘿，胖子啊，这是什么？来，还真有啊。队长，进屋说吧。太好了啊！你这大方啊，一出手就是50000。行了，这回咱武工队可以鸟枪换炮了。你要真想借啊，去重庆借栋房子。我还没谢你呢。哎，这里收好了，别像上回天津的10万块钱让他给糟蹋了，这可是钱呢。哎，亚平，你进来。同志们，这是邢亚平。跟咱们一起执行任务的，亚平，这是石队长，这是黑子。哦，那个，咱们今天好不容易凑一起，那个亚平，你给做个饭，咱们大家伙好好叙谈叙谈。也行。别告诉你不会做吧。不会是国民党吧？嗯，国民党。你怎么把国民党带到这儿来了？任务需要，
这个邢亚萍她不一样，我们在做她父亲的工作，想把她争取过来。好，这样，你们坐着先聊，我呀陪她去做饭去。行了行了，你赶紧说这是啥任务吧。哎，别像是天津一样给我添乱就行啊。你咋哪壶不开提哪壶呢你？巩立伟，密码专家。你今天凌晨开始，中国部队一概采用这个密码，不知道破译难度大不大。我在重庆的时候，共设计了17套密码。他们要想重新更换密码，需要时间，短时间内他们不可能建立新的密码体系。这个密码，估计是在我的密码之上二次加密，我应该能够破译。那拜托了，我会尽力的。莫凡，还有一件事啊，请坐。谢谢。最近一段时间没有我的许可，你不能离开军部帮部。为什么？重庆方面一直有虾米，人已经到了济南，是高手。重庆方面的手段，我是比较清楚的。能跟你说说心里话吗？请讲。我知道你恨杜小芳，是他让你不得已离开重庆，到了我们这里。成为中国人国军的安全。中国有句古话，时势无价为君绝，难得到你这样的天才，是我在中国最成功的一次任务。喝茶。就为我一个人？你一个人抵得上千军万马。对了，天尊对你很钦佩，天尊可是帝国的密码专家，那让他钦佩组建贡献上的本事。贺野先生过奖了。听说你有个笔记本。贺野先生，笔记本比我还重要吗？别多心，我只是希望你能全心全意的为帝国服务。何野先生，如果何野先生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回去翻译这份电报了。哦，好，那拜托了。小范，如果你是梁飞，你会来到这里吗？会。这像吗？啊？差不多。这什么破玩意儿？队长，我真不想穿这东西了。恶心死了都！怎么样？像个日本军官吗？咱们对院子里的情况也不是特别清楚，这么做还是有点冒险。时间来不及啊！哎，黑子，你是不是害怕了？我怕什么呀？你怕了吧？队长，是你的兵。哼，早晚你小子也得是我的兵。那得看你能不能去延安。邓先生。啊，这个是进司令部的通行证。这个是进破译中心的证明。除了这些还需要什么吗？据我们了解，没有。那一个小时以后咱们出发。好。
大臣，我的想法是这样。费啥劲呢？咱直接进去了，啪啪啪一顿机关枪扫，扫完咱就撤，多带劲呢！这会议中心咱必须占领，要不然国民党前线就得给你杀了。你哪这帮废物能干啥呀？你连个破密码都破译不了。这是科学，科啥学？啥科学？你再科学也没我那盒子炮。告诉我，偷税。どちらの方で？軍区の病院だ。隊員の身体検査へ来た。功力有点轻吧，咱们还没有可以出来。本当に手こずってんのかな？奴は我々のために働きたくないみたいです。午前中に解毒室に行きましたが、態度も悪かった。何を考えているのかさっぱりわかりません。もし奴に偽の情報をつかまされたら、我々はやられます。田村がいるのだ。勝手なことはできん。墓の前で助けてやった恩を返すべきなんですが。ショファン、また一つ骨を折ってくれ。你在重庆什么样，在他的面前什么样？我相信，你的本事是可以让他的心再次回到你的身上的。是。可是。窦小凡总不能绑在他一个人身上。何叶君，早知道还不如让特战局的人
杀了巩立伟的母亲，或是把他绑架走，那样结果或许不一样。我会想办法拿到他的笔记本。秘密乔一峰是吗？是。嗯，谢谢啊。等他的本事都被田村学到的时候，他就该知道他没资格睡帝国的女人，没资格对我们的战士发脾气。战争，一切都是手段。小凤，你要让他明白一件事，他必须为我们帝国服务，否则就是刺刀可治。他要还是不识抬举，我们就告诉他真相，他母亲是被我们杀死的。我真想看看那时候他的表情，我想一定是傻掉了的样子。共嫂，我刚回来，正准备去看你。Baby，Baby，Baby！ 啊，对，这是你们要的情报，你们要的情报！听我说，事已至此，你还是跟我们合作吧，啊，我们一定不会亏待你的。闭嘴！你们杀了我的母亲，却告诉我是重庆所为，我像傻瓜一样相信了你们。你们不但是侵略者，你们是畜生！畜生！前线那么多将士因我而死，我他妈现在是汉奸，知道吗？汉奸！哎，冷静点。对了。不是要笔记本吗？啊，在这儿呢。但是你们休想！我先生，龚先生，别过来！龚先生，别过来！你听我说，这个日记本可是你一生的心血啊！龚先生，知识是没有国界的。龚先生，我愿意跟你好好学习，一起为帝国的事业奋斗。龚先生，过去的事情让它过去吧。这个日记本。给我，别过来，退回去。没错，知识的确没有国界，可是他现在已经不是知识了，他是你们侵略的手段。我不会让他再替你们去杀害中国人，休想！公子，别过来。公子，别过来。学了很多东西，可是我白学了，我被你们给毁了。他留下已经没用了，我必须毁了他，必须毁了他。
上娘子，此刻。私の部下だ。戦闘中に喉を打たれてロアに来てすぐで身分証です。バカ者、面倒をかけて行くぞ。炸药放好了，你把炸弹放哪儿了？不是你刚不在，我看鬼子都跑上去了，然后我把它放在楼梯角了。哎，啥时候炸呀？快走！幸いなことに、まだ読めます。よくやった。なんだ？くそ、解毒するのだ。急ぎましょう。敵襲だ。よろしいち。李部长，明天重庆报纸就会发布消息，前线三个师，20,000多人被日军歼灭。委员长雷霆震怒，济南那边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不是说有粮匪万无一失吗？学生该死，粮匪现在已经在济南了，学生一定力促他尽快解决。够了，我问你，和粮匪联系上没有？暂时还没有。暂时？我告诉你。这件事情不尽快处理，我们都很难交代。敵が2名解毒室に潜入し、総部では3名が応戦していました。昨晩の我が軍は7名が戦死し、14名が怪我を負いました。設備は地下にあったために助かりましたが、敵の侵入を許すとは。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。貴様を責めてはおらん。ラフェが見るとなって。物は壊れても直せるが、
시절하나 물론 씨가 왜 네 가 오마케가 되지? 야츠가 미즈카라 에란다 미치데스. 아노토키 샤오팡을 떠나ければ 我々は 야르르키이테다. 아노女の 판단은 正しかった. 確かに 奴は完全に行かれてしまい 何をするか分からない状態でした。 はい。 貴様はシャオファンをどこまで理解しているんだ。 というと? あの女の動きはとても初級のトゥーゴンとは思えない。そしてリャンフェの動きをよく読んでいる。州の事件からも分かるように ランペイは目的を果たすまでは諦めない。奴はまだ来る。よし、すぐに見られる連絡だ。ポイ遵守を移すと、そして再編成をする。無言の品でもうどうでもよい。今はポイ遵守を田村守るだけだ。はい。不是你们怎么又冤我呀？我不在，你为什么放炸弹？不是咱们不说好了去炸鬼子设备吗？ 要炸你别炸走廊啊！鬼子故意用你在地下室呢。不是给他炸塌了啊！全埋了，那不更过瘾吗？你行了，你闭嘴吧！我严肃的批评你，这次就是因为你太鲁莽。我怎么又？黑子，我理解你想杀鬼子的心情，可这个不是武工队平日作战，你这么做打草惊蛇了。行，全赖我还不行吗？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。 窦小凡为什么要杀巩立伟？听他们交谈，巩立伟好像知道鬼子杀了他母亲良心发泄了。这是可惜啊，这密码本还是被小鬼子给夺走了。照你这么说，巩立伟虽然死了，但咱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。是。鬼子成立这个破译小组，不是为了巩立伟一个人。当时在现场还有一个叫田村的人，我觉得这个人。 才是这个破译小组的资本。这次行动失败，想再行动可就难了。之前鬼子对梁飞还不熟悉，现在呀，肯定所有的力量都在防备咱们。济南的兄弟送来情报，昨晚梁飞潜入日军军部，但没有破坏他们的情报中心。另外，巩立伟已死。 什么？是梁飞杀了巩立伟？不是，那是谁？巩立伟死在了窦小凡的手里。啊？说不通啊！他们费尽心思拐走巩立伟，难道就是为了到济南除掉他？局座亲自打电话询问过八路军办事处的人，得到的情报是巩立伟已经知道他母亲是被日本人杀害的，一时无法接受这个事实。他死的时候，梁飞也在场。 我还以为梁飞有多大本事呢。看你不服气那样，要我说，换作是你，连鬼子的军部都未必进得去。破译中心除了炸没别的办法，而且有可能的话，我们还要把这个密码本拿回来。哎呀，我就不信他们能一辈子窝在这军部。这样，我带武工队进去，只要敢露头，给他一下。可是我们没时间了。 如果我要是合野子的话，我就不会让这个破译中心再待在军部。为啥呀？军部实在太过明显了。嗯，有道理。不怕贼偷，就怕贼惦记的。鬼子傻呀，他们也会这么想的。我也同意。这是在敌占区，小鬼子想把破译中心藏在任何地方都可以，想找到他可就难了。只是啊。 前线现在等不了了，难了。如果找人，我不知道怎么找。但是找破译中心，我有办法。说说看，破译中心在哪儿？电台就在哪儿。通过电台，我们可以找到他的位置。 梁飞这一击未造成必杀，
鬼子一定会对破译中心保护会更加严格。局座下令，让你们两个去济南协助梁飞。什么？又是我们？局座还亲自交代了，这一次行动由梁飞负责，而且点将你们两个。我再给你们配上韩东辉，方便电台联络。你们两个立刻启程，赶往济南，找到梁飞，马上开展工作。哎，这是局座给梁飞的亲笔信。人家一出手就是上面的亲笔信，我们倒好，动动嘴就得给人家跑断腿。凯文，我知道你打心里看不上梁飞，但是我把你当兄弟，劝你一句，这一次聪明点，千万不要跟梁飞较劲。你上次刺杀巩立伟失败，给我军造成了严重损失，如果这一次你还不能完成任务，那就必将受到严惩，所以这一次是你唯一挽救自己的机会。彩霞，帮我盯紧他。对付梁飞，你比他有经验。我还真是操劳的命。闲言少叙，接着查。好汉又回到了全城的地界上。这一下济南热闹了，大街小巷男男女女齐嚷嚷，哎，好汉回来了，咱们的英雄回来了，这下光等着看热闹吧，杠赛了杠赛了。听说英雄回了乡。哎，我说这不愧是梁飞的老将，趁他也是在说武松啊，分明是孙猴子嘛。你懂不懂啊？说收的本来就是这样，再说他干的也是传奇的事儿，不编成书都可惜。少来吧你，这是命，我就不相信梁飞命能一直这么好。我跟你说，河野渡不是吃干饭的，不信你看，梁飞这次未必能够得逞。你这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。好，就按你说的，他这次端不掉破译中心，但是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呢？我们有什么好果子吃？哎，我倒是有一种预感，这次啊，我能有好果子吃。哼，我不能一直走背子，不信你就等着瞧。安家，别演了。大家看清楚了，这就是刺客梁飞。上峰有令，有发现者立刻报告警局，知情不报者格杀勿论。我说金队长，你有几颗脑袋呀，还敢找梁飞？就是，也不怕半夜梁飞敲你们家房门呢？两位想找乐是吧？梁明正，梁明正。哇，还有女的想找乐啊？是我没说清楚，是你没听清楚啊？梁明正，怎么着？长官息怒，长官息怒，坐下。您别跟他一般见识，他相好刚跟人家跑了。他相好的刚跟别人跑了。你是他什么人呢？哎呦，长官，您想哪儿去了？他是我二哥，我们到这儿是来做生意的，是从上海来的。是从上海来的。不过，梁明正。啊，好的。长官。您说我这照片照的是不是特别难看呀？不难看，好看好看好看。
来济南府做什么生意啊？啊，不管你做什么生意，本人能帮上你忙，不是跟你吹，在济南府我是三教九流各色人等，说话是管用的啊。你要找了我，保证你的生意是红红火火，兴旺发达。敢问小姐叫个什么名啊？长官刚才没看清吧？ 我叫袁媛媛，嗯，就叫媛媛，有意思。二哥，你看看我们今天这可是遇到贵人了，只可惜张老板那还等着咱们呢，咱们得走了。长官，改天有空请您喝茶呀。不不，我请我请。哎呦，那多不合适啊！ 老板，结账。啊，不不，哎，说好了我请，走你的，大方方的。哎呦，让一个外人请客多不合适啊！还是我们自己来吧。不，我走我来，走你的，赶紧走，大方方的。<笑>那我们就真的走了。啊，走走。二哥，走吧。好。 走了，走了，小心呢。哎，好好好。袁媛媛，有缘。队长，队长，咱还找梁飞吗？找什么梁飞啊？日本都找不着他，咱跑断腿也没用啊。去，给我买包烟。钱包呢？我是遇见贼了。追！